Snoopy。那这个又是什么？拼图在家里。Snoopy 闹闹。哦，这个也是拼图啊，那我觉得这个超可爱啊。这个比 Keyboard 啊。哎，你看买这个啊，这个万年的。可是我还要自己在那边用，我没那么勤劳。你只要一年用一次，又不是天天用。你是这么不勤劳的。对。那个。